Vitus 在游泳池玩水。因为生病还没好，所以现在只能踢踢水。我们等过几个礼拜好一点之后再来游泳哦。你看，对面的姐姐刚才已经在约 Vitus 游泳了，她还说要教 Vitus 玩水哦。Vitus 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很开心，对不对 ，Vitus？ 哇，游泳池好漂亮哦！这应该会是 Vitus 这个夏天最喜欢的地方吧？哦，踢的整个脸都是水。我们等好一点再来哟。